我们家这两天有一点热了，这个路上全部堆上了这个木料，过路的人都以为是我们家在做什么，每个人都问我们家是不是要做木房子。我说不是的，其实他只是借我们的地盘用一下，要给我们家做一个大门，然后要给外面做两个排放。这两天我的车也出不去，因为他们把路给全给堵住直接用它那个机器把深度调好，不是一下就举了吗？你们今天下午真的可以装在城门吗？装不成。要明天啦、啊，还要把我挡在里头挡一天啦、啊。来喊个吊车把车子吊出来。笑。我也搁这安个车，安个那个老家轿，这是这儿也就飞起。温度太高了。盘子不快，才会。盘子不快，它咋着？再有点湿度。冒烟烟了。啊，你这冒烟烟，把视频给你发出去。你看是不是要光点墙了？哥。啊。有点像光头强。光头强比你瘦的。你没戴帽儿。戴个帽儿看去。我那个啥呀？我们家今天终于可以装门了。那咱双规上，你
把吊针去整的。走着，把针，把针。等等，他对，推掉。来，把酒店拿来。不好不好不好。再来个，再来个拿钱的。哎，不对，不对，没有。来来，再抬点儿过去，要不然抬点儿过去。要不就硬抬呗。哦，那那硬抬要拿过去。那个高子厚也不说怕也好。要是怕的时候，那么你藏你后头来。哦，好，好，抬来，抬过去。垃圾喽，是吧？后头一点。就还没，看他燃不燃火。哦，这还多。干点儿吧。哪里嘞？哎，上去挖个子电机了挖。电机干什么？哦，你不电机，反正我都摸不起来。哎，你这边拿，你别把，你也拿，我这边单单走到这边吧。来来嘛，你别拿去拿着吧。你丢了嘛？你把你那边丢了。拿，慢慢来的。好，慢慢来，猛打。我走。猛打。那是对的，老老三，这好，我在这边，哪边？这边这儿这儿这儿，看摘下来哈。四号，班长，听着听着，看到。来，我大声的，大声的拉，他有。做做饭。来来来来，好，对着打。我就搬过来。包哪去？卤肉包子。不搬。到来是胶州来的卤肉包子。大来着。我是那边电的缸。我都不是钉子的，就还有点紧张，还有点钉。哦，有点缩下来了。哦，没得问题。老子打下的。哎，下子没得问题。那中午要吃三碗饭。你要发在网上。哎，你看了我在这儿干一个，这儿干一个，人家说是啥东西？没人治，没人治，不拍你脸，要拍是最好。四只眼睛啊，火眼金睛。对的，够了，先走。还再打点儿嘛？再打点儿都还着急的，再打点儿过来。哎呀！对的，就。也回去办公室。哦，省得这样子就发票了。他们给你把他们都骂死了，生意兴隆啊！我都这样了。好，慢慢来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
这个门的柱子已经立起来了，本来开始设计的是四个这么大的柱子，但是这个位置有一点窄，四根放不下，所以说就改成了两根柱子。这个上面还要做一个顶，顶上面还要做防水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个顶很宽，这个大棚就把它挡住了，现在要破坏这个大棚，我还在想要怎么弄，又不能让大棚漏水，他要把那个顶直接穿在大棚里面，我直接叫他把大棚的那个膜先解掉。